大家好，我是 CDMS 师傅。那现在 iOS 6的键盘有一个新的功能。那现在我们就先到键盘看一下。那首先你就到键盘这里。好，那接下来按键盘。接下来你可以看到这里会有个新增键盘，按下去。好，那这里你会看到这里表情符号。那表情符号的英文叫做 emoji， 所以你新增之后呢，我们到这里来看，这里会有个表情符号，这是一个 iOS 6键盘的新功能。好，那接下来我要跟你们介绍一个 tweak， 叫做 CDR 的 tweak， 叫做 quick emoji。那所以我们就先进来 CDR。好，那接下来你去，接下来进去 CDR 之后，你就会看到这个，去搜寻 Quick Emoji， 然后把它安装。好，现在给它重启 Spring Board。好，接下来呢 ，Quick Emoji 的功能就是，你可以看到，假如我们下到键盘，然后你按这个 123， 那你会发现这里，在按这个井字键之后呢，你就会看到这里会有变成 Emoji 的一个图案，那你按着往上拉，它就会有更多图案可以跑出来，像这样子，那这个就是 Quick Emoji 的功能。那就差不多这样子咯，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或者想要看更多的话，请订阅我的频道。那也不要忘记去 CDMS 西夫的 Facebook 粉丝团去按个赞。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咯，拜拜。